天啊，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这边，有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然后我想要先谢谢评审给的肯定，然后想要特别谢谢秦林老师，就是我在7月份实习营的指导老师。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对做新闻蛮没有方向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找题材，可是谢谢秦林老师给我很多建议，然后也谢谢 PEPPER 的团队，就是像是其他的小老师都非常温暖，然后给我很多鼓励还有建议。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父亲，就是他一直很鼓励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这次金门的题材也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他介绍给我这样子的题材让我去做。然后我也谢谢我的受访者王宏武会长，他就是这50、60年来一直以来就是。从他的阿公，然后他爸爸到他这三代，一直做很多就是为了金门土地正义努力的事情。然后我希望王会长还有所有的金门乡亲都可以顺利的争取到他们的土地。接下来我想要谢谢我在实习营认识的所有同学，因为一直以来我不是传播相关科系的同学，其实我是念机械系的，然后我对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谢谢他们都给我很多建议，然后一直鼓励我说。没关系啊，你只要就是做你想要做的就好了。然后还有谢谢我高中同学莫彦婷，他给我这个资讯，然后让我来参加公民新闻营。然后以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